办公室给你看。那你每天都在这边上班了？对啊。他不知道这里有？不知道。来了，这失败了，这垮了。头好多。上鱼了。为什么说这里有？喜欢钓的人了、哦，进前有来去探钓两届啊。啊，这这是。没阿麦时阵啦，啊，伊大拢钓点外钟就走啊，一直钓较久啊。它还有两种品种啊，这是这个哈、哦，是我们台湾的啦。这是看不到，有点黄色。哎，这台湾的啦。哦，这黄鳝。哎，黄鳝呐、啊，这嘛拢台湾的啊，这啊个台湾的较细，毕竟较细。所以以台湾的来讲吼，这种出大啊，十外年我去哩啊，这种出大呀。这很大。啊，你看这。对啊，那个。在孟加拉。好像蛇哦。你看这出大只喏，哦，有刺囊伫两边的，哦，有虎囊刺囊伫两边。啊，咱台湾种的无同款，伊虎囊伫下骹。哦。哦，有宽幅是无同，啊，再来尾形嘛无同啊，尾巴的形状吼比较尖线。哦，比较尖。嘿，较尖，哦，啊，你看这孟加拉。哇，还一路哇，哎，差安尼啦，啊，这摆大概是大概五六只原生种的啦，啊，十多只孟加拉种啦。你们是要研究？哎呀，处理处理啊！我要在旁边。啊，你每天在这边，你不知道这里有这个？不知道，我有，可是。我啦。应该没有看过，应该。这样子有很多啦。那你是怎么钓？就是用钓鱼的，钓鱼的方式。哎，用钓的嘛。哎，来，这都是钢丝钩啦。前面有一个钩子，是用 DIY 啦。它不会动。它有洞嘛？有洞的时候你就把它插进它的洞，裂出用了呢。好，假设在水边墙壁边的裂缝的洞，抽抽抽，抽抽抽，一直被撑了，然后再拉出来就好了。那就中了。它会去咬、哦？对啊，你蚯蚓把它穿进去，蚯蚓穿进去之后，它在咬哈，那种感觉，很奇妙啊。注意啦。非常的啦，可以做计量啦。你要盐哈，那也看它风动啦，注意啦。我们只选那个洞还是裂缝很大的去钓。哦，要选。小洞的我们都不找。但是有时候出来还是比较小，因为我们要养，所以没关系。啊，有的，它流安尼吼，阮就无钓，迄水缸空出侪嘛，有迄台水缸的迄有啊，迄阮拢无人啦。哎呀，啊，而且这边应该阮啊，三五个月嘛袂来钓啊，因为安，我们习惯吼钓不同的地方吼比较有乐趣啦。哎呀，因为我唔是职业啊。啊，所以还是好好发挥啊！好的，赞了 ，OK， 成功了。